皇上，请身。满汉和睦，天下一家，盛世太平。今日菜肴，满汉全席。各位官老爷们好，我是爱新觉罗非的御用大厨小雷雷。今天咱们做个满汉全席，首先先做蒸羊羔。 羔羊肋排，稍微改个刀，来点葱姜、胡椒、小茴香、花椒、咖喱豆，再来一丢丢咸盐、料酒，搅拌均匀之后，腌上40分钟，上炉蒸。来点黄芪、枸杞、虫草花、红枣、党参。 龙屉上气蒸2个小时，时已到开笼。皇上，请用膳。皇上，这是蘸料。皇上，请用膳。 妈妈，没妈。哎呦我的妈！哪儿呢？你看你哭了，给你改点茶服。我哭不了，有你玩，我自己不用换。嘘。 拍视频的啊，我拍视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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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视频
来到里边塞，所以说咱们要这样把它揪出来，使劲摔打，这个活泥一样要上劲儿的。这鱿鱼皮一卷，白白净净的，嗯，美的美。开始装馅儿，飞哥，嗯，是的，我们吃饭呀，使劲儿。好，最后用竹签封口。哎 ，OK。走，下锅。水温70多度，开始下鱿鱼。水开，煮上半个小时。时间到。鱿鱼头。兄弟们，翻车了！哎呀，翻车了！
鱿鱼不够，从头来凑。这样其实也可以的啊。Beautiful， 开始刷油，铁板热，开始刷油。这个也不要浪费，直接就煎一煎就可以吃了。来翻个身儿，刷酱，烧烤酱一刷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没吗？没的没这里。这真香啊！来。老白，这边什么老白？哟，真会干这呀！呀，我他妈是你说吗？这是。妈妈，没妈。啊，快点过来。我帮你喝水。喝点好水啊，多喝点。啊！一串一串吃的，怎么吃再见？拼粘的那是空房间，空了来咱这好吃，不难吃。嗯，老朋友，是吧？来，快快！铁板烧，来的正是时候。没的了，鱿鱼。对。嗯。同志们，来关火，快点吃，直接在上面吃啊，这边不凉。我在哪里啊？热气腾腾的。哦，好烫。嗯。哎，你还没拍完呢，咋吃了呢？哈哈哈哎，你怎么还是的？给你买个礼物啊！哟，是礼物呢。呀，又洗了了嘞。啊，飞哥，洗过这红绸缎吗？天津多了，知道吗？还是我知道对你好。这是啥呢？这是五吗？我你可，这可是你最爱吃的粽子。给我夹起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我是飞哥。今天咱们给飞哥做脆皮大粽子。烧完了，开始清洗。哎呀，弄过，过一再来。哎呀，让老雷和我买这个礼物就是好。先炒个糖色水，油热放入82年的老冰糖，开米级的小泡，擦擦的一起，这个就不该犹豫了，绝对是一绝啊！这就应该就是标准的糖色粉。啊，这是。开始炒香料，葱姜蒜、咖喱头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，还有18种香料，咖喱头、黄豆酱。咖喱头，情感修复液，咖喱头，清理好的大肘子，咖喱头，再加入清水，加入炒好的糖色水，生抽咖喱头，老抽咖喱头，不要钱的蚝油咖喱头，白糖胡椒粉咖喱头，最后再来一丢丢咸盐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焖炖1.5小时，最后再焖上3个小时，这年才这么漂亮啊！不但好看，而且更好吃。老厨，这大肘子，哎，哇，这肘子真好呀！来，用保鲜膜包住，包好之后咱们再做个糊。来一碗面粉，2碗玉米淀粉，再来5个鸡蛋，再来1/2勺鸡翅粉，少来点清水，差不多了，再来点色拉油。开始炸肘子，卤好的大肘子
抹一下糊。最好的油奶同那油腐同香呢。呀，哎呦！美的美的嘛！走喽，来，开饭！你开吃。来，飞哥，这多美吗？嗯，真美了。哎呀，真美啊！哟，好家伙，滚！这鸡极好吃。嗯。吃肉的就得吃皮。好家伙！嗯，真美。这水还有个汗。来吧。太美了，这些不能留下啊，最后的。啊，我还没吃呢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